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クリです。宿題、ちゃんとやってくださいね。クリはみんなのこと信じていますから。皆さんもぜひクリと一緒に前へ進みましょう。今日一日も日本語の勉強頑張りましょう。大家好，我是小丽，请认真做每天的家庭作业哦。小丽相信大家，大家也请一定和小丽一同进步。今天一天，也让我们加油学习日语吧。前面两个部分，我们看了三 G 手机的广告，然后小李买了一个三 G 手机，小王看手机不错，也想买一个，就咨询了小李一些事情。然后到应用文部分呢，小王就成功买到了三 G 手机，现在他正在看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也就是応用文部分的内容。以上故事情节纯属小丽主观猜测，不管怎样，学好这一课，大家以后买到日本产品也不用担心看不懂这个看不懂那个了。まずは単語ですね。サービスエリア，服务区。Service 是服务， area 是区域的意思。然后 service 呢，它还有 service 业，服务业啊，服务行业。Service 它除了表示这个服务呢，还可以表示赠送的。比如说，在你去商店里面吃东西的时候，老板娘可能给你一杯饮料，然后那个是不要钱的，她就会跟您说，これはサービスです。这是赠送给您的。好，继续看。屋内，室内的。比如说室内游泳池。屋内プール。然后除了屋内，我们前面还学到什么？大脑里面，对不对？脳内。好，继续看。届く。届く的意思比较多。第一个表示达到。比如说，无论怎么喊，声音也传不到。いくら叫んでも声が届かない。第二个表示够得着，水深的手够不着底。深くてそこに手が届かない。第三个表示买得起，价钱贵，怎么也买不起。値段が高くてとても手が届かない。第四个表示收到邮寄的东西，比如说他来信了。彼からの手紙が届いた。第五个表示考虑周到，他真是一个考虑很周到的人。彼は実に行き届いた人です。困難，困難表示困難。途切れる表示中断、间断，就是途切で切れる，合在一起就是途切れる。比如说日記在那里断了。日記はそこで途切れている。留意表示留意、注意，比如说注意健康。健康に留意する。乗り物。乘的东西表示交通工具。到那儿去有什么交通工具吗？そこへ行くのに何か乗り物がありませんか？好，说到交通工具呢，小丽在这里介绍一些交通工具。首先最常见的是汽车。自動車、摩托车、オートバイ、公交车、バス。然后除了这些啊，平常乘坐的之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救护车、救急車、消防车、消防車、警车、パトロールカー。出租车是什么？タクシー。出租汽车、レンタカー。有时候去别的城市游玩的时候呢，自己开车过去不方便啊，然后就在当地租一辆汽车，
四处转转，这个在日本这个行业还挺发达的。レンタカー，然后还有机场或者是饭店接送客人的班车是リムジンバス，卡车是トラック，在前面一节课里面也有讲到啊。然后是吊车，クレーン，在工地上能够经常看到啊。好，说到交通工具呢，我们来说一说那个汽车的一些品牌啊，比较有名的牌子啊。捷达是 Jetta，奥拓是 Alto，马自达是 Mazda，夏利是 Shiseido，丰田是 Toyota，路虎是 Land Rover，美洲虎是 Jaguar，保时捷是 Porsche。林肯是 Lincoln，福特是 Ford，雪铁龙是 Citroën，桑塔纳是 Santana，大众是 Volkswagen，别克是 Buick，奥迪是 Audi。发现啊，这个其实念的时候，因为中文也是根据那个音啊翻译过来，所以念的时候那个音还比较相似啊，这个也还蛮好记的，多读几遍就没有问题了。相信大家，尤其是男生，应该都对这些品牌的车非常感兴趣吧？继续来看呢，ひわせ。ひわ表示是私密的话，性表示性质，就是私密性。東京道厅是窃听的意思。あやまる表示弄错，比如说你的判断是错误的。君の判断はあやまっている。和あやまる发音相同的啊，还有写谢谢的谢这个的あやまる，它表示道歉，比如说用不着道歉。別に謝ることはない。下面来看几种道歉的说法。真对不起是什么呢？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请原谅我吧。どうかお許しください。是我说的太过分了。僕が言い過ぎたよ。言い過ぎた就是什么？说过了啊，就是我说的太过分了。我没有恶意。悪気はなかったんだ。对不起，我以后不这样做了。ごめん、もうしないから。好了，这个道歉啊，大家就学一下这几种道歉方式，当然是要根据场合啊，就选择适当的道歉的方式。最常见的就是ごめんなさい、すみません啊，这个是最常见的。情報是表示信息啊，比如说信息产业是情報産業。消失是表示消失、失效，比如说权利失效。権利が消失する。損害。表示亏损、损失。由于日元急剧升值，公司利益受到损害。急激な円高のため、会社は損害を受けた。最小限表示最低限度、最小范围。比如说，被害は最小限に食い止めた，就是表示受害控制在一个最小的限度。アドレス帳表示地址簿啊。data 表示资料啊，就是 data 啊，一个外来语。为了写论文，我收集了许多资料。論文作成のためにあらゆるデータを集めた。あらゆる是表示全部的、所有的啊。这里翻译的时候就说成是许多的啊。控えを取る表示留底子。控え一个是表示候补、备用，比如说让预备队员上场。控えの選手を投入する。我们队有几个候补选手。我がチームには控えの選手が何人かいる。
我不想做候補選手。控えの選手になりたくない。啊，候補選手可能经常都会没什么事做，所以控えの選手になりたくない。第二个啊，控え它除了表示候補备用，还可以表示记录、留底子，也就是在控え透露中的意思。比如说，为了以防万一，做个备份。万一のために控えを取ってお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小丽就曾经因为没有做备份啊，痛失了十几个相册的相片啊。長時間表示长时间啊，讨论了很长时间。長時間にわたって論議した。高温表示高温。禁止表示禁止。航空機表示大气中飞行的机械的总称啊。然后飞机呢，飛行機它是航空機的一种啊。航空機除了飞机，还可以表示其他的比较轻型的在天空中飞的，比如说热气球等等啊。在文中呢，它的意思应该是飞机啊。運航航行，比如说定期航班运行，定期航班是定期便啊。定期便が運航する。每天只有一个航班去小岛。島へは一日一便だけ運航してます。好，再来看失障，表示故障、障碍，发生故障。支障が生じる，发生啊是生じる。停电给工程带来障碍。停电で工事に支障をきたします。这里啊，きたす表示引起、招致，比如说造成作战上的阻碍。作戦に支障をきたす。恐れ表示恐惧、害怕。出生牛犊不怕虎，就是 恐れを知らぬ年頃，是不知道害怕的一个年纪啊。知らぬ就是表示知らない。極端表示极端的。低温表示低温啊，它对应的前面说了高温高温。多湿潮湿的。直射是直射。受阳光直射。日光の直射を受ける。日光这个啊，中间有一个促音啊。晒太阳则是说日光を浴びる。浴びる是沐浴着阳光，所以是晒太阳。ほこり是灰尘。在上节课讲解カカロ的时候啊，有一个意思，它是表示覆盖着。当时举的例句是覆盖着一层灰的书啊。ほこりのかかった本でしょ？落とすあ、落とす的意思也非常之多啊。这里举六个，一个是使落下，往下扔，比如说往锅里打鸡蛋。卵を鍋の中に落とす，鍋是表示锅啊。第二个表示不小心遗失，比如把钱包弄丢了。財布を落とした。第三表示失落、垂头丧气。肩を落とす，感觉没有什么力气。第四个表示弄掉、去掉，比如说卸妆。化粧を落とす。化粧啊，注意中间没有促音的化粧。第五个表示遗漏、忘了说，忘了说就是啊，遺落とした，忘了写那就是書き落とした。第六个意思是使陷入，比如说使人陷入不幸。人を不幸に落とす。好，再来看衝撃，表示冲击、打击，比如说因为撞击把他从摩托车上甩了出去。摩托车刚才讲了是什么？ Autobike。衝突の衝撃で彼はオートバイから投げ出された。
这个是被动态啊，投げ出す变成了投げ出された。那句话给了他很大的打击。その言葉は彼に衝撃を与えた。注意啊，给予打击是用的是与える啊。听到父亲的死讯，他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父の死を聞いて、彼は大いに衝撃を受けました。大いに啊，表示巨大的，形容这个程度之高啊。手入れ、手入れ，一个表示修整、维修。比如说懒得修整草坪，结果杂草丛生。芝生の手入れを怠ったら雑草が生い茂ってしまった。啊，这个怠ったる啊，就是表示懈怠啊。再一个，庭园里种了许多十多得非常好的花花草草。庭には手入れが行き届いた草花がたくさん植えてあります。好，手入れ它可以表示搜捕、检举。比如说，传闻最近警察要搜捕。近々警察の手入れがあるという噂を聞いた。噂是表示什么？谣言啊。乾く表示干燥。前面说了那个湿润是什么？它吸湿对不对？潮湿。乾く它是一个自动词，前面使用干啊。比如说洗的东西干了。洗濯物が乾いた。它动词前面是不是就用を啊？池子里的水干了。池の水が乾いてしまった。柔らかい表示啊柔软。比如说把肉煮烂。肉を柔らかく煮る。第二个还可以表示柔和啊。沐浴和煦的阳光。柔らかい日差しを浴びる。这个阿比鲁啊，前面已经说过了，对吧？是沐浴着阳光啊。服表示擦啊，比如说用浴巾擦干身体。バスタオルで体を拭く。服除了这个擦拭的这个拭啊，它还有吹风的那个，写的吹字的服，比如说微风吹拂。所有風が吹く。啊，这个很浪漫啊，ロマンチックですね。ベンジン表示挥发油，轻质汽油啊。アセル，一个是表示那个颜色淡了，走色、褪色，比如说褪色了的窗帘。色のアセたカーテン，カーテン是窗帘。阳光晒得窗帘褪色了。日に焼けてカーテンの色が褪せてしまった。好，褪せる除了表示走色啊、褪色，还可以表示什么记忆的那个淡漠、模糊啊。比如说童年时代的记忆也已经模糊了。子供の頃の記憶も褪せてしまった。好，再来看看。お呼び表示和以及，请在这里填上地址、姓名及年龄。住所、氏名および年齢をここに記入してください。好，お呼び还有一个惯用用法啊，お呼びも使わない，表示望尘莫及。对他，我是望尘莫及啊，我比不上他。私などは彼に及びもつかない。湿気表示湿气、潮气啊。刚才说了一个潮湿的是什么？他湿气啊。海上吹来的风带着潮气。海からの風が湿気を帯びている。带着啊，是帯びる啊。濡らす表示弄湿。为了不把鞋子弄湿，避开水洼走路。
靴を濡らさないように水たまりを避けて歩きます。避开是避ける啊。水たまり是表示水洼。撮影表示摄影、照相。照个全家福。一家揃って記念撮影をする。就是一家齐聚着拍纪念照片啊，就是照全家福。著作権、版权呢、啊？没有版权的作品就是著作権のない作品。皆さん、練習の時間ですよ。許諾，许诺的意思。得到许诺啊，就是許諾を得る。得る是表示得到啊。刚才也说了，許諾を得る。它除了这个意思呢，还可以表示可能啊。这个意思的时候有个惯用语啊，就是せざるを得ない，表示不得不啊，就是说没有可能不做，那就是不得不做。比如说不得不赞成。賛成せざるを得ない。第三个啊，得る还可以表示能够。比如说一个惯用句就是ありえない，不可能。日本人也经常说それはありえない、ありえない，不会吧，不可能。无法抑制是什么？禁じえない。这里的得る也是什么？表示一个能够啊，就是我不能够禁止，就是不能够抑制啊。意思是表示何々の感情を抑えられない。是无法控制什么样什么样的感情啊。这感情可以是什么同情啊，可以是愤怒啊，可以是什么悲伤啊，比较搞笑啊，喜悦的啊那个感情啊。然后它的接续呢是前面接表示感情的名词。好，这里来看几个例句。第一个，忍不住同情各位受害人。被害者の方々には同情を禁じ得ない。无法控制对残酷的犯人的怒火。冷酷な犯人に対して怒りを禁じ得ません。啊，这里的怒火是怒り啊。听说他童年时代的悲惨遭遇，我止不住掉下了眼泪。彼女の悲惨な子供時代の話を聞いて、涙を禁じ得なかった。第四个。董事长唱歌太差劲了，虽然知道有点不礼貌，还是忍不住笑了，啊，憋都憋不住啊。社長の歌のあまりの下手さに失礼とは思いながら笑いを禁じ得なかった。好，关于禁じ得ない，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再来看一看転送，転送表示转送、转寄，比如。把老师发来的电子邮件转发给他。先生からの電子メールを彼女に転送する。这个房间的人上个月都搬家了，请将邮件转寄到迁往的地址。この部屋の人は先月引っ越したので、郵便物を転居先に転送してください。搬家是引っ越す。肖像权、肖像権啊。比如说侵害人物的肖像权就是肖像権の侵害。認める。一个表示承认、认可。才能很早就得到了认可。早くから才能が認められていた。第二个表示认定、断定啊。法庭判决被告无罪。法廷は無罪と認めた。人格権表示人权啊。タレント表示艺人啊。
就是在电视上经常出现的人啊，主持人啊，歌星啊，演员啊，都是的。経済的也是经济上的啊，它这个还可以表示什么划算啊，比如说乘电车更划算。電車を使った方が経済的だ。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用法啊，这里呢带大家再复习一下。一个是表示何々についての啊，就是关于对于什么。不太关心政治，就是政治的な関心が足りない。第二个表示什么什么のような，什么什么に似ている，就是像什么什么似的，好像什么什么一般的。欧洲型气候就是ヨーロッパ的な気候。第三个是表示什么什么面での，就是在什么什么上的，什么什么方面的。比如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現実的には不可能的。着目表示着眼啊，比如说着眼于儿童的个性。児童の個性に着目する。財産権表示财产权啊。公開表示公开，比如说信息公开就是情報公開。違法表示违法啊，比如说违法行为就是違法行為。適切表示恰当的，比如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是很困难的。自分の気持ちを適切な言葉で表現するのが難しいことです。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个单词啊都给大家举的很多例句啊，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重复的单词，这样可以加深大家的印象啊。我们记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什么呢？一次大量，多次反复啊，绝对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很容易变成长期的记忆啊。好，单词部分就讲到这里，下面来看一看応用文，应用文部分，标题是ご使用にあたって，就是在您使用之际啊。にあたって，它表示在什么什么之际，在什么什么时候，是很庄重的说法啊。改まった表現ですね。好，它除了に当たって这种形式呢，还有什么？に当たり、に当たっての、に当たりまして这几种变化的形式。に当たりまして呢，就是这里面最为郑重的一种说法啊。它们都是接在名词或动词的连体形后面啊。比如说，值此新年之际说一句。新年にあたって一言挨拶する。然后にあたっての需要注意的是它修饰名词。比如说在即将开始新生活之际您的心情如何呢？新しい生活を始めるにあたってのお気持ちはいかがですか？啊，いかがですか？就是どうですか的一个比较尊敬的用法啊。前面整个部分都是修饰这个心情的啊。好，让我们继续来看。携帯電話は電波を利用しているので、サービスエリア内であっても屋内、地下、トンネル、自動車内では電波が届きにくくなり、通話が困難になることがあります。由于这个手机利用的是电波，所以即使是在服务区啊，サービスエリア内であっても啊。在室内、地下、隧道和汽车里面的时候呢，电波它不容易送达。这个にくい是表示什么？难以，对不对啊？和这个とどく连用就是とどきにくい，就是难以到达。有时呢，它就会导致通话障碍。ことがあります，就是什么？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また電話中に電波状態の悪い場所へ移動すると、通話が急に途切れ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留意してご利用ください。另外呢，如果在通话中转移到电波状态较差的场所，電波状態の悪い場所へ移動すると，通话有可能突然中断啊。比如说你突然转到那个电梯里面的时候，可能通话就突然中断了啊。留意してご利用ください，就是使用我们这个手机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一点。携帯電話を公共の場所でご使用になるときは、周りの方の迷惑にならないように
ご使用ください。就是在公共场所使用手机的时候呢，请注意不要给周围的人造成困扰。这个在日本啊，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个公共场合的一个 manner 啊，一个行为。一般来说不可以在电车里面接电话，图书馆也都是自动的关机或者是设成无声的模式啊。また、劇場や乗り物などによっては、ご使用できない場所があります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所以另外、请注意什么？ご注意ください。请注意在剧院和交通工具内啊，根据情况有些地方不能使用。比如说在飞机上啊，就不要使用，因为它会扰乱那个电波，对不对啊？然后在剧院啊什么的时候，你如果用手机，是不是就会有那个光啊，一闪一闪的，可能别人就看不好了。好，によっては它有一些惯用句。場合によっては是表示是情况。有时是時によっては。是情况是ことによっては。好，这个によっては啊，就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些比较惯用的形式啊，表示根据啊各种情况啊。デジタル方式は高い日和性を持っていますが、電波を利用している以上、盗聴される可能性もあります。留意してご使用ください。就是数码这个方式啊，虽然具有较高的私密性啊，可以保证你的隐私，但是既然你是使用了电波的话，就有可能会被窃听。就是请您注意使用啊，留心使用，就是不要被别人窃听了。また誤った使い方をしたり、故障したりしたときは、登録された情報内容が変化、消失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その損害を最小限にするために、大切なアドレス帳などのデータは控えを取っておかれることをお勧めします。誤った使い方、就是说、错误的使用方式。故障する、就是什么呢？产生故障的时候呢？可能你登记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就可能发生变化，或者是丢失。啊，也可能是全部丢失，也可能是丢失一部分啊。为了使你这个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呢，推荐您事先为重要的地址簿啊等数据做一个备份呢。hikai o torukoto。然后这个 tote okareru 啊 ，tote oku 对不对 ？oku 就表示事先、预先，对不对？这个 tote okareru 是一个尊敬的用法。好，携帯電話を長時間利用した場合に、特に高温環境では。携帯電話が熱くな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長時間使用手機、特別是在这个比较高温的环境中使用手機啊、它都会变热啊、请留意。ご注意ください。運転をしながら携帯電話を使用することは、法律で禁止されていますので、ご使用にならないでください。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機。这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这句话里面要注意敬语的用法。また、航空機機内ではご使用にならないでください。運航の安全に支障をきたす恐れがあります。在飞机内请不要使用、它有可能对飞行的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然后这个恐れがあります、就是表示有发生不好事情的可能啊。恐れ、恐怕是不是？下面来看一看恐れがある的例句。有可能刮大风。強風の恐れがある。有可能失敗。失敗する恐れがある。携帯電話を極端な高温または低温多湿の環境、直射日光の当たる場所、埃の多い場所でご使用にな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就是说在极端的高温或者是低温潮湿的环境中呢，还有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灰尘多的地方，请不要使用手机啊，别把它弄坏了。在爬索空的一课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讲过这个阿塔鲁啊，在那一节课里面呢，这个阿塔鲁的意思是命中、猜中。那一课啊 ，no tole boom 就是电脑热潮这一文中的原话是，只要输入名字就可以猜到那个人脑中所想的一切。名前を入れるだけで、その人の頭の中で考えているすべてが当たるんですよ。好，这个当たる在做命中猜中意思的时候呢，还可以说中彩就是什么？くじに当たる。最近天气预报不太准。
この頃は天気予報があまり当たりませんね。好，然后它除了表示命中、猜中啊，还可以表示什么光热等等的接触啊，在文中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比如说去吹吹风吧。風に当たってこよ。吹吹风啊，对身体有好处啊。風に当たってこよ。好，还表示相当于，比如说一元相当于15日元左右。1元は約15円に当たる。好，这里呢还介绍了一些意思啊，它的这个意思非常广泛啊，还可以表示碰撞，比如说飞来的球砸在了头上。飛んできたボールが頭に当たった。第二个呢，前面说的中啊，是说什么准确啊，然后命中、猜中啊，一般是好的意思，对不对啊？这里它还可以表示什么遭遇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说那样的话是要遭报应的。そんなことを言うと罰が当たるぞ。罰が当たる啊，就是遭报应啊。发脾气啊，撒气。比如说他一挨丈夫的骂就拿孩子撒气。彼女は夫に叱られると子供に当たる。这样不好啊，小孩心理承受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不行啊。好，继续来看啊。またアルコール、シンナ、ベンジンなどを用いると色が褪せたり文字が薄くなったり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ご使用にならないでください。而另外请不要使用酒精、稀释剂啊、汽油等材料，它们可能会引起掉色或者是文字变淡啊，大家可能有的人比较喜欢用这些材料来清洗啊，这是不可以的，也有专用的清洗剂啊。雨や雪の日および湿気の多い場所でご使用になる場合、水に濡らさないよう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在雨天或者是下雪天啊，以及潮湿的地方使用的时候呢，请千万注意，不要被水打湿了。カメラ機能を使用して撮影した画像は、個人として楽しむ場合などを除き、著作権者などの許諾を得ることなく、使用したり転送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通过使用照相机功能拍摄的照片呢，它除了供个人的娱乐之外呢，不得未经版权所有者的允许来使用它或者是转发啊。这里的ことなく啊，表示没有啊，没有得到他的许可。比如说，我将一如既往的支持你们的研究工作。私はこれまでと変わることなくあなたたちの研究を支持します。虽然雪下得很大，但是列车还是准点到达了京都。ひどい雪だったが。列車は遅れることなく京都に着いた。好，继续来看文章的部分呢。肖像権には誰にでも認められている人格権とタレントなどの経済的利益に着目した財産権があります。就是说，在肖像权里面呢，它含有我们所有人类公认的这个人权呢，还有什么？就是对于这个艺人。等公众人物他们来说呢，这个肖像权它是还含有经济利益的一个财产权啊。したがって勝手に他人やタレントの写真を撮り、公開したり、配布したりすることは違法行為となりますので、適切なカメラ機能のご使用を心がけてください。因此随意的拍摄、公布或者是到处散布他人或者是艺人的照片的话是一个违法行为，请注意恰当的使用照相机功能。好了，以上就是在使用时候的注意事项啊。它里面用的很多的就是什么呢？ご注意ください，对不对？好了，这个已经看完了，要不大家也买一个？冗談ですよ。皆さん、練習の時間ですよ。タンス売り場で男の店員と女の客が話しています。男の人はこの後どうしますか？お客様、何かお探しのものはありますか？ええ、
小学生用のタンスを探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小学生でしたら大人用のタンスをご購入なさってもよろしいかと思いますが。部屋がそんなに広くないので大きめのものはちょっと。私の背丈ぐらいの高さのタンスがちょうどいいんですけど。それでしたらこれはどうですか？それほど大きくないですが、見た目よりスペースが広くて結構いろいろ入りますよ。いや、もう少し横の幅が狭いのがいいですね。それではお急ぎでなければご注文なさるの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にいろいろな大きさのサンプルがございますが。そうですね。これならうちのような狭いところにはもってこいですね。そうでしょ。実は今一番人気の商品でもあるんです。じゃあこれでお願いします。店員はこの後どうしますか？それじゃあ本日はここで終わりましょう。さようなら。